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十分访谈。今天我们谈一谈国人的拥屋梦。那么新加坡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呢开始实行居者有其屋的政策，大量的建设政府组屋，目的就是希望国人都能够拥有自己的房子，而不必担心呢无瓦遮头。是，那在上一个星期日所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呢，总理李显龙就宣布了不少跟住屋相关的措施，以帮助更多国人可以购买政府组屋，进一步的完善居者有其屋的政策。而这些措施能够如何帮助做到这一点呢？马上来欢迎我们的节目嘉宾，贸工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李贤先生，您好。李部长好，主持人好。好，我首先呢先请教部长，我们知道说现在整个大方向就是希望帮助更多的人可以拥有一份自己的祖屋，那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这些政策它所制定背后的考量因素大概有哪些？现在的情况呢是这样子的，过去四年呢，我相信我们都大家都知道，我们增建了十万套房子，那么这个基本上缓和了这个需求，那么让需求跟供应达到一个平衡。那么在现阶段呢，我们就可以考虑这个除了照顾新婚夫妇原来的那个需求之外，满足了他们需求之后，现在我们考虑到其他的这个社群，所以我们的措施呢都比较有针对性的来推出，来针对这些特别社群的需要。是，那么接下来我们比较详细的聊一聊各种措施啊。我们看到在过去刚刚过去的星期日群众大会上，总理宣布提高新组屋家庭月入顶线，我们来看看啊。那么是从目前的10000元调高到12000元，购买执行共管公寓的家庭月入顶线呢，是从目前的12000元上调到14000元。我们这里也请教一下部长，我们知道从上一次调整是2011年，是，那么四年过后呢，为什么马上又再次做一次调整呢？我们觉得这个调整在现阶段调整呢是一个适当的时候，因为我们基本上这个有一个平衡的需求跟供应。那么当然在这四年以来呢，我们的这个家庭的平均收入也在增长，所以它增长之后，那么如果我们不提升的话，他们可能要去买公寓啊，有那种选择的那种面临那样的选择，所以这次把它提高了之后，那么基本上12000月收入的家庭就可以申请组屋，那么14000呢，这个12000到14000的可以申请这个执行公寓，那就给我们的这个居民有很多的选择。基本上这个措施之后，我看是90%的家庭都可以申请这个政府的组屋或者是执行公寓。能也帮我们举个例子说明，尤其好像在三八旺这一带的这些屋价来讲，大家可以有哪些方面的选择？对，这个政策推出了之后，很多家庭都能够购买组屋。那么如果以三八旺的这个区来说，我们今年五月所举行的一个销售活动，一个四房四的这种平均价格大概是27万。那如果这个你要在邻里里面买一个转售的组屋，它的价格大概是38万，相差11万。是，如果你是要买那个地区的公寓的话，那个价格大概是82万，相差就55万。是，所以你买组屋相比之下，跟这个买转售组屋跟这个公寓呢，你省下很多钱。那么这笔省下来的钱呢，就可以用来做这个教育儿女啊，或者是做来投资用。所以我们这个政策拓宽之后，就希望国民在理财方面就有更多的选择，可以说是在财务方面可以大大松了一口气。对对，对于很多新婚的这个夫妇来说呢，这个是一个我们觉得是一个购买公共组屋是一个比较明智的一个选择。是，那么同时也会有人担心，因为一旦现在这个政策拓宽，所谓顶线提高，会不会导致更多相对高收入的人进场抢购组屋？那么低收入的是不是无房可买？会不会有这种情况？这个如果你说四年前来说，我们可能会担心，但是现在的这个组屋供应量是很多了啊。那么我们估计呢，主要拓宽之后，如果是新进来买的，他的需求会比较针对在五房式或者是执行公寓。那么五房式和执行公寓相对来说，在整个比重来说是比较小的一些数目。那么如果是有必要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增加供应量。
当然从那个低收入家庭啊、那个我们也还是有一定的保障，比如说6000元收入以下的这些家庭啊、我们都三房式以下的这些组屋，我们就只是让这个收入顶限在6000元以下、哦、他们来申请，所以高收入的还是不能够去跟他们说竞争这种类型的组屋是、嗯、那这样也可以做一个分类。对，那对单身人士来讲呢？对啊、单身人士现在的新的政策呢是6000元月入的这个单身人士呢可以申请两房式的组屋啊、所以两房式的组屋，那么他们如果他们也享受到好像我们接下来要谈的这个特别的这个津贴啊、他们也可以拿到大概10000元的这样子的一个津贴，所以这个10000元津贴就无形中帮忙他们在购物的价格里面减少了这个10000元的消费。嗯，所以就是一个是可以保证的相对多的供应量，另外一个是相应的限制和条件，嗯，这样可以保证大多数人就可以购买到租屋。对了、嗯、是。那么这次刚才你也提到了有特别公积金购屋津贴啊，您觉得这个计划它将怎么样确实的保障国人解决一些购物时候的困难呢？这个我就简称它为特别津贴吧。那特别津贴这次的这个改善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提高这个月入的底线，所以在8500元月入的这个收入之下的家庭都能够受惠。那么第二呢，就是从原来的这个20000增加到40000元。那它这个特别津贴主要针对的就是让那些申请在非成熟的主屋区的新的主屋的这些客户群啊，那如果他们申请就是一些非成熟的主屋区呢，他要的申请的主屋，他就可以得到这个特别的优惠，这个特别的津贴。是。那比如说如果他的一个家庭的月收入是4000元，嗯，那么他到头来他是可以得到大概是55000元的这种津贴，嗯，那么一间比如说29500元的这个四房式主屋呢，它的进价就变成24万，嗯，那么如果家庭收入再低一点的，大概也有一个变化可以去。对，如果是说家庭收入是1000元的话，那么他要购买一个两房式的这个 BDO 这个主屋哈，那么他的获得津贴应该是在8万元，8万元。所以他就省下了很多的这个，比原来呢要少掉了很多。嗯，是。那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阶层，就是呢，这个收入已经超过了5000，但是却没有到达8500，那这样子的家庭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其实如果是说月收入是7000元的这种家庭呢，嗯，那么在这个特别津贴之下，他们也应该得到差不多20000多元的这种津贴，所以也是一个很可观的。那么这个政策改善之后，我们想2/3的家庭都会受惠，嗯，啊，所以它已经不是一个只是照顾低收入家庭的原来这么一个计划，对，啊，它是应该普及到2/3的家庭。是的，可以看得出这些措施叫不断的推进啊，让居者有其屋这个政策可以得到更好的实行下去。好，这一段暂时谢谢部长的分享，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措施呢，目的就是在帮助更多的国人购买政府组屋。是，但是对有些人来说呢，是曾经拥有过组屋单位，可能因为不同的原因，最终必须要把房子卖掉套现。那至于这样一些人呢，当局有怎样的可以帮助到他们呢？稍后呢，我们请到了李显部长，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更多关于住屋有关的政策。稍后会带来下一段新闻内容，不要走开，稍后见。稍后见。